大家好，我来自辽宁锦州，我与巧克力公司合作7年。巧克力这款肥，它调酸调碱，改良土壤，深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喜爱。我们当地哈，把巧克力大量的用在了像大田、经济田、蔬菜大棚。很让我有感触的是，就是今年很多的辣椒种植户，把它的底肥里边加入了20斤巧克力，表现得非常突出。很多农户哈，他单纯的用那个大复合肥，和我们的一对比之后哈，我们的辣椒长势啊、抗病性啊、棚果率啊、棚果的效果啊都非常突出。我相信哈，明年我们的巧克力在我们当地肯定是遍地开花。还有给我感触很深的就是，很多农户把它用作底肥，比单纯的用复合肥呢效果更是突出，苗子长得粗壮，抗病性好。尤其是棚果，还有它的品质，都优于单纯的用复合肥。很多农户不但给它用作底肥，还用于充湿，甚至有的农户把它用来夜喷，它的效果哈，比一些比方说氨基酸呐、鱼蛋白呀之类的表现的效果还要好。所以我销售巧克力越来越有信心。我希望更多的人都加入巧克力的队伍。我销售巧克力，我骄傲。我为巧克力代言。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巧克力。